我姓，你太冲动啦！江占山已指证你系汉奸，你仲有咩说话好讲？你边度有证明？你讲啦，你知唔知睇你唔系汉奸啊？帮大哥，你讲啦！ 上教特派员李国光，化名汪东元，代至长江九号，潜伏敌后五年，功以忘师，艰苦卓绝，屡破敌情，使我方多次获得战略上之胜利，功绩彪炳，忠勇可嘉。请奉军事委员会长委员长令，晋升陆军少将，调职乐平市绥靖公署主任，并颁予二等忠勇勋章。
留下你。